惠州市，别称鹅城，广东省辖地级市，二型大城市，国务院批复确认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中心城市之一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，地处粤港澳大湾区东岸，背靠罗浮山，南临大亚湾，境内东江湾沿，全市总面积11347平方千米，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。 雨量充沛，阳光充足，气候温和。2021年末，惠州市常住人口606.6万人。截至2022年10月，惠州市下辖2个市辖区、3个县：惠城区、惠阳区、博罗县、惠东县、龙门县。市政府驻惠城区江北街道。 宋天禧4年，征州改名惠州。1988年1月，撤销惠阳地区，设立惠州市。惠州市在隋唐已是粤东重镇，一直以来都是东江流域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中心和商品集散地。古时即有岭南名郡、粤东门户之称。惠州市是中国近代抗争史的前沿阵地。 曾建立华南抗日战争的主力部队东江纵队，惠州是东江中下游的中心城市，处在客家文化、广府文化和潮汕文化的交汇地带，各种文化相互交融，兼收并蓄。广东汉剧、渔歌、山歌、舞龙、舞狮、舞春牛、瑶族的舞火狗等各种文化活动盛行。 惠州市是客家人的重要聚居地和集散地之一，旅居海外华人华侨、港澳台同胞数量居客家4州之首，被称为客家侨都。